忍不住就对了。他就自己走不到，塞不到位置，就是他有，其实他有塞到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要硬要后退。哎，对呀。他以为他没有找到，没有没有，他没有中，其实他有中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半身而已。关关，我笑出来。孙凯，你害他，我笑出来，我真心笑出来。为什么？我今天在一场场里面说凯琳还要死，然后还没有弄。哎呀，你过来。可是因为赵薇笑比较明显，因为凯琳笑还不过有没有笑明显？他笑，对啊，他有话，他有盖过去的，还好。正常人靠那个也是会笑出来，对啊，也是会笑了。我刚刚很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不敢看他，知道吗？到底为什么？不会，你的真相。陈昭惠说他会害我，他说他站在哪里，我就在他旁边，就是灯圈的，就站在那里，灯圈怎么在我后面啊？我没有耍宝，可是我就没有打眼说要过去了啊，我就过去了啊，我过去之后陈昭惠就，那我就滚，我就受不了。还好你有笑，没有憋住，会内伤。那我感觉就是看到这个人在干嘛？对啊，这种感觉。喂，你好渣，有一种夜中有人比我笨的感觉。真是的，因为没有在灯区，这样很智障的事情。那我当然要回去灯区啊。等一下，不是不是，这个要这样，这个要这几天。